北埔因为早期武装移民的开垦背景，形成了以防卫为目的的特殊聚落文化，住屋建筑十分紧密，因此短短的一条老街就坐落着以居民信仰与公共活动中心的限定古迹慈天宫。巴洛克式风格建筑的江阿新洋楼，一级古迹金广福公馆，天水堂，兼具东西方文化色彩的新厝棕树堂等，可说是古迹密度之最的小镇。除了古迹，造访小镇绝不能错过当地美食。北埔镇上有许多客家传统美食，例如 Q 弹可口的板条、健康养生的客家擂茶、外 Q 内软的香甜柿饼以及碰风茶等，每一种都不容错过。欢迎大家造访北埔，走在曲折巷道的老街上，欣赏著名古迹以及客家老古厝，品尝客家的传统美食，一起感受小镇的美丽风华。